Hello， 今天是 Day Two， 这天我们来到极乐寺，极乐寺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看很多佛像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再继续走喽。所以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Ghost Museum， Say Hello。这就是甘榜马来油。妈妈，是啊，我跟你讲这个本雕呢。嗯。叫本雕那边叫佛光。佛光，本雕那不是这样子的，本雕那是女鬼。佛光。我们现在穿越过一个，要进入一次华人区还是什么？哎，这算本雕啊 ？Yes， 这就是本。对，不是，这是本雕那的。啊！女鬼，哦、哇，超美丽的，懂吗？哇啦，把那那鬼啊！真的，女那个香蕉女鬼很美丽的。美啊！美，拍一拍。你们要拍照也可以拍照。中断了。这是。中断了。我头断了。下面。哦。华人区哦。华人区哦。这是女鬼，香蕉鬼马来的。红色女鬼，红衣女鬼。难都难。要来，我们带。我们来到埃及了。我们来到埃及了。做带 Christmas 吗？对了，哎，谁要上对了？哎呀，我好烦呀！有气氛的。我要拍厕所吗？拍上面。你好。你好。像我们来到日本了，来到 Halloween 的主题，我们来
光之脚来逛夜市吃些。有电话没有？我煎花鸡。阿三拉沙。炒龟雕。我就是阿三拉沙。煎面。哦，这个是。不煎面。冰城虾面。虾面。也就是必吃的食物。